苏月不好了，苏贵妃要找宁王报复你，你快跟我去道歉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哎，等等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不要再等了，走啊！不是，走啊，走！哎，曹操，你是哪根葱啊？竟然敢对我动手！哎哎，他是我朋友纳西，他也是我朋友苏奶奶。哼，大家都是朋友嘛，别动手，别动手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什么时候交的新朋友啊？就前两天吧。奶奶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要不你先回去，我们之后再讲好不好？听到吗？让你赶紧回去，聒噪！我偏不回去。许初月，你是不是嫌我聒噪，嫌我烦了？